们上山了、啊，我们要经过28道弯，哎呦，现在能见度很低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贾。好冷啊！大家好。小六跟丫头哥他们进会场了，我们就爬上山来玩哦。对呀、啊。这里的风景太美了，你们看一下。真的好漂亮。这里叫什么、啊？嫩恩桑措，这里这个景区叫嫩恩桑措。我们一路开车开了28道弯才上来这里的60公里。60公里开了2个小时。这里风景确实好美啊！真的太美了，不想回去了。这个是在山上都看不到的风景啊、哦！山底下没有那么漂亮的风景啊！对，买好票了，我们7个人，100块钱一个人，剩下我们就进去了。这里面叫什么什么池啊？神仙池，就是仙女洗澡的。仙女洗澡的地方。仙女洗澡。我要找洗手间，我要去厕所。你看，我们来到这里看到这种是钙化石，这里是水帘洞哦。哎、啊，这是这里神仙池吗？是神仙池吗？这里海拔2900。零二。这里哪里是神仙池？神仙池还在上面，这里是水帘洞。哦。那里不是有个牌吗？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就看，开始放一下飞机了。这里才是神仙池，美呀、啊！仙女就下去洗澡了哦。上去洗澡，下去泡澡了。你看，肯定不给的啦。去那里好看，那里。可能那边好看，真的美啊！这里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啊！可惜没有冰，有冰就更好看了。你看这里，这个仙女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不行哦，美颜相机实在太残忍了，拍得我脸上该有的都有了，拍得没盖住，没盖住，我看一下，哎呦。是不是活在那个美人相机里面了？是啊是啊，你看，哎呀，现在我真的确实受不了啊！还是美人好，还是美人好啊！对，这个原始的绝对不要。那你给我拍美人了、啊？你那个相机是原相机，都不是美人。我这里没有美人的。我来，我美人出来一样漂亮。对，哇塞，你老婆好漂亮啊！你这个怎么那么瘦的、啊？你呀、啊，我本来就漂亮，好吗？你看什么？你看瘦一点。我这个白的好肥的。走开！你这个人真的是。来了，好了。这样不好看的，你们把手机放到水里面去才好看。沉下去还要好看的，就是。里面好多鱼的，你放上去就看到了。你的放进去。进来，走进来。反正丫头哥跟小六他们报销了，你怕什么？对，我才不跟你的。这里漂亮吗？漂亮，太漂亮了。这里就是青龙海。再累的值得。青龙海是什么意思？我都说了，一般人我都不带来的，你没看到吗？这里没什么人来的，所以说你们跟着我来就可以来到这里玩。那不是很幸运了？所以你们我们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。一般人不带来。到时候你问丫头哥看看，你问丫头哥跟小六，你问他。他们那肯定不会带我来了。他们那里肯定不好玩。是啊，我们来这种地方才真正好玩。那青龙海是不是以前有2条龙都在游泳？你没看到这个塘里面它是清澈的吗？哦，真的看得好漂亮。青龙海，哇，真的好漂亮。快来拍照了，美女们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莲花台。莲台采石。莲台采石。
看这里，这里才漂亮，真的好漂亮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没有后悔吧？来，有来这里。没后悔。我这还是在雨中拍照的。对啊，下雨也不后悔在这里。你看，上面多好看啊！来了，吃了，你看，吃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来。啊，还没找到这个，你看。还有多久才到出口啊？好累啊！我们现在都下去了，他们都不愿意上山了，上山那里还有1000米。又缺氧。现在就是在3000米就要。好像有点高反了。一般都是同龙货，这啥回事？那你不是，啊，是说你不是一样，哎呀，山呐，真的是。